村委玩 show 变元旦 show， 能够扮泥掹，七一上街。香港冇巨蛋，但就要开巨蛋 show， 仲搞到两队 band 被歌迷围插。好在佢哋有正义嘅朋友，寻日喺商台节目大平反。梁粉啲破壞力都幾強喎，真係啊！即係香港兩大樂隊就咁中招嘅啫。其實應該歌迷就好似佢首歌，應該睜開眼睇翻清楚件事啦，係咪？話唔應該將 Rubber Band 以前做嘅嘢全部抹殺喎，仲話會撐自己嘅好兄弟代佢七一遊行啊！巨蛋唔係巨蛋，唔好巨蛋，係叫滾蛋。滾蛋音樂節啊，或者叫震蛋都得。係 walk and it， 係 walk and it， 即係咁你夠勁啊！香港震蛋音樂節。咁如果咁样咧，而家咧搞到下边咧就是、香港元旦音乐节噶啦。嗱，女神都企喺 Rubber Band 嗰边噶，话香港系自由之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选择，唔好将焦点放喺歌手度。女神唔系得个港字噶，之前大马 show 都有类似情况，当时女神就以私人理由取消行程，目的咪又系唔想将焦点放喺自己度啦。